哎呀，它鱼耶，这个切大片一点没关系，你要用吃面的那个才对啦。黑米有拿来，忘了放进去。这样爱笑的陈吉仲，你有看过吗？一定要用大碗的，不能用小碗的，里面是有我们的饭。然后该有的坚持，连装饭的碗都不能马虎。好，第一个，好，我是打开。阿给塞下煮好的垮，拿手绝活，加上屏东的本汤。酒要多少？啊？我妈都说两滴油啊。是。这是大概的意思。你把它下去吼。本汤的由来就是，以前他们在割稻子有没有，在田里啊？他根本没有时间回去吃啊！啊，可是你又要菜又要鱼有肉啊，他就全部把它 mix 在一起。有架势国真是拿手菜，莫非在家也是主委下厨？结婚的前十年几乎大部分，我太太是我教他的。我还有一个很厉害，就是做卤饼。现在太太有抱怨吗？不会啊，他现在我比你厉害。比我厉害了。加进了猪肉、鱼肉，还有红白萝卜，这丰盛的本汤，十分钟后大功告成。这一碗呢，我要卖给一轮100块。像我们只要有节庆都会吃这个，可是台南比较不一样，台南是刚好颠倒。台南是有丧事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吃这个。原来还有小知识，但主委也被记者要求，身为猪农之子，一定要煮一道猪料理。他挑战的是红糟肉，只是而且哦，这是第一次煮。哇嘞，那到底成果如何？主委你自己讲评。诶，还可以耶，就是猪肉的味道。没错啦，台湾猪新鲜猪肉不管怎么煮都好吃，但之前可是为了来猪天天烦恼，现在公投防守过关，如释重负。陈吉仲私下另一面难得公开。 TVB 新闻崔荣去台湾的台北报道。2022蓄势待发，凡事如虎添翼，事事顺利。祝大家2022男生威风像老虎，女生可爱像小猫喵。2022，大家要成为一个 fighter， 因为今年大家都是 tiger。哇哦！茄子蛋、午间情、高尔宣，19组大咖亲笔祝福，快上 TVBS 官网抢啊！